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央大学科学教育中心的朱庆琦。我们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体育室一起合办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我是这样称呼它，史上头一遭，在中央大学里头第一次办这种把运动里头的科学跟大家做分享这样的一个系列讲座。我们的宗旨其实很简单，我写在那个 DM 上面，就是我们希望做到大家是这个四肢要发达，然后头脑也不简单。所以从第一场上礼拜举办到现在，就发现我们看可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吸引到的不只是我们学校的教职员生，当我们看到很多同学来，这一点是还蛮令人开心的。不然我们体育室聊主任一天到晚就要伤脑筋，我们学校的学生都不运动。然后我们不只是吸引到学校的教职员生，还有我们附近的民众也非常热烈的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那今天我们从很远的地方请到我们的讲者林嘉志教授，那他是从东华大学来的，所以很远，今天坐火车坐了很久，刚刚才到我们东华大学。那至于林教授他的这个个人的生平，他专长，我今天请我们的主持人姚成毅，我们体育室的姚主任来跟大家做介绍，请大家鼓掌欢迎，谢谢。主持不敢当了，穿针引线一下，因为那个体育界我比那个朱老师熟，然后嘉志林老师其实我很钦佩的一个年轻的学者，他的出身是医学院医技系毕业，然后清大生科所毕业，然后这个阴阳因缘际会之下本来要去申请马里兰，然后这个在等通知之后无聊嘛，就去考这个师大体院所，就考取了。然后后来考虑到经济吧，然后他三年就毕业，我姚某人读了七年半，还读得哩哩啦啦的，那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自学、非常严谨的一个学者，即使到现在，他7、8月份还去受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按摩师哦，不对，催眠师，不是按摩师，按摩师他有没有拿到这个催眠师的证照啊？然后他给我的感想是说，他要把那个某种咒语放在铃声里面，各位听到铃声就会去运动啊，不是听到铃声就迷迷糊糊的他准备做什么坏事。对，然后他这种学习力啊，一直是我很尊敬的。他有很多证照，我跟各位讲，你 Google 林嘉志林老师一定超过朱老师的八千多笔啊，跟李福恩的12000笔啊可能可以相抗衡。他很多证照，各位在体育界只有一张，包括医学院的证照。那他还那么认真在他的这个学不管是教学领域或者他自己的这种本质学能的营造之下，我觉得我们至少我个人会把他当表率。而且他是实际一个把运科用在他儿子身上的人，用在他儿子身上，连三届这个低年级三铁冠军我上回如果你有来听课的话，你就知道了，他儿子是个很积极的一个运动员，立定志向，中国时报上面写的，我要当中华民国三铁国手。我看到的时候拿给我儿子看，鸡皮疙瘩起满地。我说你如果从小定下这样的志向的话虽不近亦不远。他儿子一点都不出色，个子小瘦弱，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他的神情，用运动给他带给他的叫整个品格上的改变，还有个性的改变，还有就是那种积极去对应，跟他爸爸一样我们待会请嘉志老师就今天所运科怎么或者运动科学由他的那个角度切入我相信由李福恩带的这个人生轴向来看由运动生理学生化学来带进去对他学校也担任这门课程，我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大家有问题尽管丢过来，没有问题也要回去找问题，用 email 跟他多联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建构大家的那个运动素养我话讲太多了我就把时间交给朱老师交给林嘉志老师，我们用那个最大的那个鼓舞他因为他也是人来疯，那个掌声越大他讲的越多我们欢迎林老师。
这本书啊，《传阅》这本书他翻译的，这本书是那个美国运动协会啊，一个运动处方的那个概念，大家可以稍微传阅一下。还有还给我，要送书向他送就好了。答对的话会有书嘛？对。对啊，两本。姚老师买单。刚听了姚老师的介绍，我诚惶诚恐，我没有那么优秀。那与其他的讲者比起来，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那我希望往后会大家能够再继续来捧场来支持，你会听到更精彩的，尤其是那个向子元教授最近还有看了报纸这个相关的报道，他还有一个发明那个，就是大家如果跑步啊、走路啊，那个你不晓得说自己的脚有没有受伤啊，那个鞋子是智慧型的鞋子，它会侦测你的力学的一些问题，会告知你啊，这个有运动伤害的危机。啊，那个鞋子现在已经在上市在卖，4000多块了，所以大家可以听到他的一些很精彩的演讲。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家志，那现在在东华大学的体育运动科学系任教。那我的那个研究的兴趣也不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成就，但是有一点兴趣是做运动生理方面的。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是运动科学的小道理和大道理。那这样听起来比较模糊啊，但是这是为了要迎合我们运动科学这个科普的讲座，所以希望那个题目定的比较有一点吸引力。那内容上呢，我会介绍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大家会很关心的运动啊减肥的这个生理基础。那这个很奇怪，就是他就去跑步或者是这个多运动就好了嘛，有没有什么道理在背后运作，让我们很有效率的去做这个减肥的运动？如果这个运动没有什么目的的时候，人云亦云之下，可能这个支持的时间不会很久。所以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对自己有鼓舞的、有动机的运动的内在的话呢，可能会比较能够持续。我认识一些朋友们，包括在座的那个范江老师啊，他还有那个就是相关一些，就他们在的朋友在早先几年参加那个台北大学那边100公里超级马拉松，超过42公里就是叫做超级马拉松。那我认识很多这样的朋友，奇怪他们为什么会有胆量去挑战超马？我曾经在大概4年前挑战过一次，可惜没有完成，所以我对于能够跑超马这个非常的敬佩。那这个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中年纪以后，就像我这样年纪以后，感觉到有健康危机，就开始运动，才开始运动，然后呢就没想到就爱上运动这件事情，然后变成各种的这个高手。当然这个怎么样爱运动之下又能够不会受伤，那就是我第二个要讲的这个主题，叫省力少伤的跑步法。那跑步现在非常流行，在去年一年，如果各位有兴趣到 Google 找那个全国赛会路跑广场的网站，你去看它去年一年有565场的马拉松，165场的吓人。那几乎每个六日就是都是有人办，而且可能会某一个周末呢就有好几场、3-4场这样子，常常都冲到。那很多人很疯狂啊，礼拜六呢在高雄比，礼拜天在台北比这样子。很疯狂，这样到处去比赛。那他们也有像这个中壢这里的双联慢跑俱乐部他们还有另外在俱乐部里面还成立一个叫做白马俱乐部，就俱乐部里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叫这个名人堂嘛，是属于那个顶尖级的。每一年我听他们说年终聚餐的时候亮出来的那个奖杯无以计数啊。100-200座这样子，那个吓死人了。那他们那个就是前仆后继啊，包括叶老师现在邀请那个双联慢跑队的成员来协助中央大学的同学来参加这个慢跑。那其实慢跑这个事情呢，如果能够注意一些
啊这个问题的话，你会跑得很开心，也会跑得很健康哈、哦。那我想今天就是这样的两个主题，但还有更多。那希望各位还继续来能够支持我们，以后啊还会有机会来介绍。那这个运动科学呢，因为既然是科学，它就会有一些深入性啊。但是呢，其实做起来是简单，所以我就把这个应该是国父说的哈、哦，那个知难行易啊，我就把它这样子这个把它扯进来了哈、哦。大道理是知道会比较难。但是呢，这个去做的话呢，这个小道理算是简单的，所以各位听一听，我会先由这个由浅入深啊，刚刚姚主任特别教的，要由浅入深，所以我就会先讲小道理，再讲大道理，啊，那小道理就是说啊，我们在做法上该怎么去做，那了解以后呢，我们再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蕴含的道理，这样就会有一些印象。好，那这个男女生。肚子大的时候哈，它里面装的东西不太一样。那个男生可能是装啤酒，那应酬多就会变这个样哈。那这个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腹部的脂肪累积哈，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很高的风险的，所以应该要想办法，应该是说预防，不要让它累积成这个样啊。那现在如果呢已经这样要靠着运动去运动跟饮食去控制的话，其实是有点困难的。你要非常积极，非常积极不是没有可能。日前也听到一个报道啊，这个有一个人100多公斤，因为太重，他就有很多不方便啊，包括失恋，他后来要去自杀，后来被救回来，就立定志向就要减肥。就一年多后变成6块肌都跑出来的超级的身材，所以你看这是自在人。不过我就说那个要非常积极，那如果没有那么强的意志力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其实现在有一种那个就是说医疗的方法哈，把那种冷冻疗法，把那个脂肪哈借由冷冻的那个雷射的治疗方式让它死亡，然后它会自行吸收掉。但是呢，纵使是那样子的先进的技术啊，要不要靠运动和饮食控制做后续，还是要慢慢救回来？原因没有消除的话，还是一样的。所以呢，现在有一些病症啊，被命名，重新命名，他把比如说肥胖相关的心血管相关的疾病斗在一起啊，它就叫代谢症候群。这个呢，在我这个年纪啊，我以前的国中、高中的同学啊。如果有在联络的话，随便问一问，每个都是啊，几乎每个都是。随便看一个，想当年都是运动高手，现在都是就跟身材都变形啊、哦。所以还包括我教过的学生，那个我在东华任教15年，那15年我刚去的时候所教的学生，现在也毕业好几年，每个身材我看到的都通通变形。当年在我还都有印象，他们在大一的时候。参加运动会，像中央运动会，听说是3天的嘛，哈，几天？主要是2天。主要2天哈，还有各院的运动会，我们东华就没有这种风气，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羡慕。我们的运动会就跟大家对，就是一般的学校，或者是说比较偏远的、比较没有风气的学校是一样的。大概运动会是点名的意味比较重。那全校也只有我一个人哈，教职员去参加学生的运动，我要参加没有教职员组，我只好去跟学生去拼1500公尺，去拼100公尺，我还会进决赛，我1500还分组的冠军呢，100公尺我竟然还可以进决赛，啊，那我可以跑到11秒9，但是决赛就没力了，那个脚就是没有练那么多哈，那。就是我这样讲是说哈，那个其实风气是慢慢形成的。那我们那里还算是比较落后个30年这样，啊，虽然那边有好山好水啊。好，那再就是可以看到哈，这个腰围如果亚洲男性大于90，女性大于80，这就算一个有点意思。这边列出来就是5个，随便中3个，那就称为代谢症候群。这个很容易，只要腹部微凸，大概就有了。那三酸甘油脂这个非得要去做健康检查哈，验血的时候会知道。
再来是高密度脂蛋白，这个是好的胆固醇，所以这个越高越好。那如果不高的话，很低代表这个有问题。那这个指标通常跟运动有关，如果你常运动，这个 HDL 就会比较高。那男性不到40，女性不到50，或者是正要吃药改善，那个都算。血压比较高，这个如果是高血压的定义的话，是收缩压，就是高的那个血压值要140，那它这个是代谢症候群会降低到130，其实过130就应该要吃药。舒张压，这个是低的血压值，要85，如果是高血压的判断是90，这两个是祸。那第五项呢，就是空腹血糖，如果超过100，正常就是糖尿病的一般定义是126，所以你看这五个，只要随便三个就称为代谢症候群。那如果有这样的病症的话呢，得到那个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就非常高。好，那各位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那个哈佛经验里面去谈到有关身体活动量跟这个寿命的关系，你看存活率跟身体活动量的大小，这个是每周的运动热量，就说比如说一般我们20分钟的慢跑，这样大概差不多接近200大卡，接近100多块，快200。那你看你要累积到每一周要达到多少以上的？如果看这个年纪哈，你看这个是随着年纪越增长之下呢，存活率，这个实现呢，最上面这条是大于等于2500的，那它存活率比较高啊。那随着这个热量越少的，它的存活率是越低的。那如果是看激烈程度呢，你有运动之外，再看它的激烈程度，比较激烈的，它的存活率又比较高啊。所以呢，如果是散步啊，不如偶尔呢能够有一些激烈的喘气的运动方式啊，这样子比较能够长远来看是比较这个寿命会增长的。如果在看死亡率的话，如那个死亡率的话呢，比较高的是那种不包含4.5的 MET 以上的强度的体能活动。MET 是一种代谢当量啊，它代表就是运动的强度啊。那你可以看到比较它用4.5当一个切点的话呢，超过这个强度以上，它的这个死亡率是比较低的。不论你看存活率或死亡率，都跟运动的量跟运动的强度是有关联的啊。由此可是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到这样的这个课题啊，我们应该要经常运动，而且要达到一定的量，也要有一定的强度，这样子对我们的寿命会有一些帮助啊。那再来就是说，从这个生科的观点来看，也可以发现这样的这个现象。从那个刚刚是从寿命去算的，那这个呢不是啊，看染色体在它的末端有一种保护它的这个长度的一种叫端粒子的东西叫 telomere， 那它的长度被认为是跟寿命有关的，结果呢就发现这个长度啊跟身体活动量被调查出来，是这样的关系，不到990跟超过这个3500的多的你看他们都跟这个范围991到2340的是有显著差异的。这个纵坐标就是代表那个端粒子的长度，端粒子越长代表染色体受到的保护越好，越容易能够让它这个寿命是维持下去的。所以这个算是对我们来讲是有很有说服力的。那你可能会担心遗传到有没有那个相关的影响那也有就发现说这个是身体活动量激烈的强度越强的话呢，它的端粒子的强度就会越长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从寿命也好或是从端粒子的长度都可以看到它是跟强度跟量都有一定的关联。另外也有人去看，如果找这个双胞胎，双胞胎呢，同卵的双胞胎，有一个爱运动，一个不爱运动，结果呢，爱运动的它的端粒子长度就比较长。这个说服，这个更有说服。
轻松，握紧一点。那个就是说，同卵双胞胎哈，它就会就是会有影响。就是如果是同卵双胞胎不运动的，不太爱运动的，它的端粒子长度就会比较短，所以就是说，这个受后天影响很大。好，寿命呢，除了先天的遗传之外，后天的影响也很大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啊可以无后顾之忧啊。现在这个运动呢，有时未晚。好，那接着呢，这刚刚是给各位知道，有一点动机啊。其实我们要运动哈，谁叫你运动会最有说服力，就是让你会最容易去运动。姚老师呢，你叫同学运动，他会不会听你的话？会不会骂他？谁说话最有说服力？你的爸妈吗？你男女朋友可能也比爸妈还有效啊哈。另外还有就是医生啊。医生讲话最有力的，然后你这个不运动也细哦，听了马上跳起来，明天就开始运动，大概是健康的危机哈，对我们是最能够有动力去运动，因为运动这件事情为什么困难？因为它费力，它会流汗，它会占你的时间，它又没有那个急迫性，你今天不运动又不会怎么样，好，你今天就算运动也不会立刻看到什么。变化或改变，它的改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没有急迫性的事情，我们通常就不会立刻去。我两个礼拜前去看牙齿，那个医生就说你这个哈牙，他这是认识的好朋友，他说你这个牙齿呢怎么样？要治疗，根管治疗，然后要做那个牙冠，然后他说你这个3天后再来把它做好这样。那过。已经过两个礼拜，我还没有去，因为他没有急迫性的这个疼痛，所以他也这样告诉我，他一面做牙齿，一面就会跟我说，没有急迫性的那个病况，通常病人都会拖延，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那个运动也是类似的状况，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提醒自己啊？这个就要看这个气氛环境啊，气氛跟环境，所以其实中央大学有。在姚老师的这两三年的这个努力之下，成立了那个马拉松队，也办了好几次的这个演讲，那大力的在邀请各方的这个这个好手来协助马拉松的这个有意参与的这个同学啊，其实这是一个开始啊。那个我接着看起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一个道理啊，你可以看到刚刚我讲的一些都是比较健康。危害的一些动机的问题。那比较正面的话，我们看看啊，这是美国运动医学会，叫 ACSM 啊，叫他对这个健康成人的有氧运动建议有这些。那这个密码表，我们只看这个就好。这个第一项呢，它是根据哈你个人的体能水准去做这个等级的那个分配。那么另外我们讲运动其实叫运动处方，它有频率啊、强度啊、时间等等。那频率好，希望能够这个叫做希望能够达到每一周那个3到5天，那热量能够超过2000大卡。强度啊，你可以看那在65%到80%之间，自己怎么算我们不用管，就是你的感觉就是中高强度。那时间每一天大概要30到90分钟啊，那每一周累计的时间是200到300分钟，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复杂？我们其实只要掌握到你的概念是讲经常要运动，你就自然会达到这样的要求。好，那现在中小学生他们被希望期待每一周要210分钟的运动，那我刚好有机会担任那个访视委员啊。也做一些这个行动研究的审核，发现绝大部分都达不到啊。那我问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们的同学啊，他们有没有达到210分钟？也几乎没有人可以达到。那这个就怪了，这个体育课啊，之外的时间呢，有没有让同学有机会去运动？
那其实课后哈一段时间学习，有些学校会鼓励，那让比如说像花莲女中啊，我比较熟，他就是说，这个4-5点以后呢，同学自发性的去运动啊，走1000操场，他们就，做一个这个记录这样子。那也有一些学校，他是像慈济大学，他们更厉害，他们有一个叫医学资讯系，他们就在那个操场哈的两端设那个 RFID 的 reader。然后他们就给晶片哦，就是大一的学生就一定有一个晶片。那他们就鼓励学生在一学期内要跑完100圈操场，啊，那他们就当成是体育课的课后作业。他也有发现很有趣的现象，就说竟然那个晶片哦，他们发现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程式比较不稳定，然后怎么会有同一个时刻点哈，比如说有20个人同时通过这样子。然后觉得很奇怪，怎么常常都有这样，而且是，比如说那一天那样的状况呢，会同时出现20圈这样子，这不太对劲嘛，他们就装摄影机去看，原来是有人，搜刮，就今天值日生嘛，就是大家就派一个人去跑这样子，还有那种更不合理的，一圈操场400公尺，大概要几秒可以完成，要用很厉害的哈。世界纪录大概45秒这样子，他们可以20-30秒就一圈了，啊，这个也不太合理，就会发现哦，原来是有人骑脚踏车哎，啊，在3更半夜的时候没有校警在看，他们骑脚踏车遇到，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装摄影机，那只要有看到这种违法的事情，他们就加圈数，就是我们比赛要加秒数，他们加圈数。那另外他们也设计一些有趣的程式啊。以前哈 MSN 还在流行的时候，现在应该是 Facebook 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 follow。那就是 MSN 他用外挂程式，然后鼓励同学去运动嘛。但是比如说啊，于谦同学他现在去运动，我还在玩电脑，在打游戏，但是 MSN 因为大家都会开着，就是他去跑的时候，我们设群组了，那他去跑就会跑那个侦测到那个 RFID， 读到他去跑步。他就会传一个简讯，跳一个那个对话方块出来，在电脑前面我就会看到说，于谦现在正在操场跑步，邀请你一起去。啊，这太厉害了！我觉得他们实在太有创意，医学资讯系他们的老师发展出来的。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哈，可以借由这种方式去活络这个大家一起去运动的感觉和气氛。那偶尔要做一个比较激烈运动，等一下我会说明哈，到底这个所谓的那个运动强度怎么控制。以前我做一些那个小研究啊，要很准量心跳干嘛的哈，后来发现那个哈对推广上是不容易的。你们各位有心率表吗？有没有？没有哈，有他只有他一个而已，还是很少。现在量心率也没那么麻烦，除了心率表之外，你的手机也可以量，知道吗？手机可以量哦，它有 APP 可以下载，你就打就是健康相关的那个 APP 哈，打 heart rate 或者是心跳啊，你看去搜寻就会有哈。那但是它只能量安静的，只要移动的，它的误差就会很大啊。那心跳表呢，它可以帮助你知道你的运动强度啦，就是，但是还有一种更方便，而且还有某一种准确程度存在哈，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不是会喘气吗？啊，越激烈会越喘，对不对？那越喘的话，你一口气吐出来的同时，如果去数数，你就会发现，那数的会比较少嘛，对不对？越激烈就会数的越少嘛。用这种原理哈，也可以去发展。我后来我跟我的学生他们已经写成 APP 了。在 debug 已经快要可以那个上市了，他是要开公司赚钱的，啊，就是我们也做实验，然后把它发展成一个内建公司，然后只要拿着那个手机呢，就是启动这个功能以后，你就数跟着节拍数啊，数了以后它要算出来什么，就是你现在这一段时间假设是稳定运动，消耗多少热量，几克脂肪都知道。这样子啊，就会让你很方便运动，不用带什么工具，手机因为大家都有，就很方便啊。
那你看啊，这个运动强度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大家都关心是热量，到底这个热量的多寡跟这个运动强度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等一下我会说。好，总之这个事情呢，虽然看起来有点复杂，我们只要掌握我们经常运动，每一周哈、哦，你大约估算一下，你如果要达到200到300分钟之间哈、哦，你真的要每天大概要30分钟，好、哦、才有可能啊、哦。你看30×7，七三二十一，对不对？才210分钟，所以如果有一天比较忙，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大概两天没有运动哈、哦，就开始懒，就会那个借口就会光明正大。就会越来越光明正大啊！我在那个暑假的时候上一个那个暑硕班的课，然后那个暑硕班有一位老师呢，他就都是体育老师来上的，然后他就跟我聊天，然后他说啊，他以前是10公里哈的好手啊，10公里他跑，各位10公里有没有概念？他大概一般跑多少？我是很普通的，我没有特别练，我大概45分钟，他哈、哦。以前是跑29分的，然后他现在哈是要超过一个小时的，但是他还敢跟我讲，所以他代表他其实有面对这个问题啊，他也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有很多哈，甚至我有一次跟一个慈济基督学院老师吃饭，然后他找他的朋友来，其实有那个是一个算是胖子啊。他当年哦，想当年跑马拉松42K 是2.5小时跑完的，2.5，但是现在世界纪录是大概一个月前破的，肯亚的2小时03的，那个算一下哦，他的平均时速是20.58，很吓人哎，时速20可以跑2个小时哎，啊，你可以跑好看哦，那个真的是很吓人。我们前几天那个泰鲁格马拉松，我是去收集资料，我没有跑，然后我去看，第一名是肯亚的，他跑过我前面的时候是飞奔过去的，后来他是1小时07跑完21.5公里，21.9公里，21.5啊，跑完21公里这样子这么多，他的速度1小时07是比那个42K 那个慢一点，但是那个上次那个破纪录的是德国的马拉松赛。有前10名有5个肯亚，前5名都是肯亚，都差不到1分钟。你看这个实在是人种可能有关系啊、哦，还有他们的压力啊、哦，经济压力。好，你看哈，我们都会有一些那个叫什么计步器啊、哦，或者是手机上面你可以下载，你出去运动的时候可以知道说你这一走路啊，或者是跑步啊，热量消耗是多少，或者是骑车，你都一定可以看到这些功能。可是通常这些功能哈，它都是机械做工算出来的热量，通常都不太准确，所以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其实有什么会影响，其实速度跟坡度，还有个人的体能都会有影响。那这个是美国运动协会他们发展出来的公式啊，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走路啊、跑步啊、这个脚踏车、登阶啊、手摇车，有一种附件用的，就是。半身不遂的人哈，他们脚不方便踩脚踏车，但是有一种手摇车，那个如果在网络上你可以打手足健康车，就有这种东西，可以用手去踩，让它旋转，那个也可以。这种东西它是用功率去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要算准的热量哈，必须要用这些变数，否则就很困难。我日前也是被卫生局找去协助他们花莲县13个乡镇的步道。他们希望能够做那个就是热量的标示，结果他们希望说就很简单，你走这一段路消耗多少千卡啊？那后来我就跟他们聊一聊，我说我就算给他们看，如果体重哈，从这个60公斤到90公斤这样啊，大部分人都大概这个范围，60到90公斤变化，那走的这个每个人体能也不太一样，那我根据刚刚那些公式哈。还有他走的时间哈，因为体能不一样，走的时间不一样，但强度控制成一样，这样子算出来，那个误差会刚好，比如说20分钟200大卡，他的误差就会是差不多是200大卡，所以就是你随便写都会对，都会在误差范围内，就没有意思。那他们又要简单又要求准，我说你是要写好玩的还是要准的？他说要准的，准的就不能这样子算，
好，所以我就告诉他们那个这个理由哈，他们本来不太相信，后来他们去开会，全国的那个就是卫生局的那个会议，就后来就是有一个县市，他们就呈现他们的结果，那个成果就被一些学者提出来有质疑哈，后来他们就说，就是你说的对，那我们再来重新规划一下，因为他是现在弄了一些新的一些做法。好，那对于我们哈要去运动的人，怎么样可以知道自己的运动热量消耗是多少？如果你很计较说要事前规划，你可以用，我就后来就大概四五年前发展一个这个啊，叫做就用英文来看就是爱运动就苗条，IES 就是运动啊，for slim 就是苗条，那如果从意义来讲就是减重用运动处方 DIY。那里面的内容哈是大概哈，要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刚刚说的那几种运动项目呢哈，有可以下啦，找到这个走路啊、跑步啊、登阶、骑自行车等等。那以下呢有频率这个坡度、时间、速度，坡度通常不知道你就当零，那就是 minimum 的。那速度是根据这个距离跟时间去运算，还有呢每天跟每周次数这样弄一弄，最后会还有呢运动强度要自己控制啊，就是说我刚刚讲，其实有一个观念很简单，就是如果各位要运动，你今天的运动目的是为了要体重控制，希望脂肪消耗的效率要最高，你要采取的那个强度呢是中等的。那中等又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吐气，这一口气吐出来的时候，同时数数，不要刻意快，也不要故意拖久，就是顺着它的气出来的时候，自己默数一二三这样子，好，这样是最不需要什么工具，而且还蛮准。你数到十一，你可以数到十一，就得要换气的那种强度，那是最适中的。那个强度呢，刚好是接近无氧阈值，我们有一个术语哈，叫无氧阈值，刚好就是我们能量代谢从有氧要变无氧的一个门槛，那个强度对大家去运动是最好的。所以很简单，做法很简单，我今天在运动，我不管是登山、我骑车、我走路、快走或是小跑步都可以，你只要记得你在换气的时候同时算一下一二三，这样算到十一就等于换气的程度，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你最有效率的消耗脂肪的运动强度。好，这样子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快走当中哈，那我就比如说我现在吐气，我就同时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就要换气。那如果我数到五就要换气，我就感觉就是闷闷要换气了，那太强了，你走太快，再慢一点。调整一下步调，让它慢一点。好，那如果你可以数到十八，你走太慢了，再快一点。好，用这种方式，你不用带任何设备，你自己就是一个设备，你就是一个装置。但是你要知道原理。那至于这个误差呢，当然是有一点，因为你的节拍，就是你没有照节拍算，你还是会有快或慢的问题。不过这已经是最精简的，用这种方式去控制。不要太快，不要太慢，你的消耗的能量就会是来自脂肪，那它的效率就会比较高。要多久？大概半个多小时的运动。那当然说这个我没有这个时间我没有这个美国时间，我真忙死了。那也有另外一种运动方式，等一下会来说嘛。所以根据如果你有兴趣要去做规划，你就可以用这个软体。那它会到最后一个结果会告诉你哈，你那样一次的运动强度呢之下。运动的时间跟运动的距离等等的参数，告诉你你的脂肪消耗是几克啊、这个糖类是消耗几克，总热量消耗是多少。据此你还可以跟就是推算哈、你还有几周哈、可以达到你的理想体重。当然你如果要知道这个，你必须要给一个另外的东西叫做体脂率，那个哈、你要另外去测。一般在那个健康中心都会有，如果你有兴趣购买的话，一台应该最便宜要两三千，现在应该也有更便宜的，
我以前买过一个哈700块的，啊，他就用在掌上型，很像电动玩具，它是那个放微电流出来，我透过那个我们人体的那个电阻的这个方式哈，它就可以再回收啊，它就算一算，哎，告诉你说你的这个体脂率是多少，啊，这样子，我后来去跟我们学校的那个20万的来比，还差不多呢，几乎是一块一样，啊，那700块，但是因为哈，那个电池耗那个就是很耗电啊，所以用大概没有几十次哦，它就没电了，所以我后来就放着，没有再玩它，就去偶尔测一测。通常一个月内变化，你只要都是稳定的那种生活形态，它的你的体脂率大概不太会明显变化。所以你今天正在刻意减重，啊，那你大概差不多2周、3周再去量，你太密集去量，其实它的变化不大，你就会没有信心。好，你有一保持一种，这是真的心理学讲的，你要有一种期待，但是你希望它会有一个明显改变，你要给它一段时间啊。那但是这个你如果不去做记录，其实是很不好的，你就不知道到底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好，那这个软体呢，我在应该两年前有啊，专门介绍这个软体。那后来因为这个是没有经费支持的，我就。挂在这个学人的网页上面哈，就是志工系的网页，后来被人家侵入，那个放了一些奇怪的广告，那我现在已经把它移除。那因为那志工系的写这个，我设计的，然后请志工系的学生写，后来他们那个毕业了，就现在交接出去的哈，搞不清楚里面的一些状况，所以现在暂时关闭，我会尽快要求他赶快再恢复哈。那如果好的话呢，这个是免费的，你可以到那个网站上，只要找这个就可以了啊。那这还蛮方便，后来我到外头演讲就会特别去讲这个事情啊。那这是工具，所以其实那个做起来很简单啊，你只要维持中强度运动一段时间就可以。那多少时间？大概三十分钟以上，这就是一个好的这个耐力运动，减重的运动。好，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也可以作为这个减重的这个运动？等一下我会再讲第二个方法，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就是大道理的，啊，就是如果各位是生科系的话，大家就比较能够看得懂这个东西哈。这是脂肪组织哈的这个细胞的外面哈，会有这个叫肾上腺素，我们运动的时候会有肾上腺素分泌啊。那这肾上腺素啊，它会作用到这个脂肪细胞的表面的一个接受体，它会去借由这个讯息传递的路径哈，这个我都不要讲细，我只要让你知道一个大的观念而已。它会透过一个讯息传递路径去活化一个特别的酵素，这个特别的酵素呢叫做 hormone sensitive lipoprotein lipase， 就是一种脂解酶。这个脂解酶哈是。关键的一个酵素，它，我们的脂肪细胞里面有三酸甘油脂，那是脂肪储存的一个形态。那它会变成就是会解离游离脂肪酸，会变成，这个就变成有三条脂肪酸可以被分解出来。那么这个激素所活化的这个酵素，是在第二个步骤，这个是关键的步骤，也就是它是限速步骤啊。那前面这个跟后面这个，其实它都是随时活性都很高。也就是说哈，讲白话就是说，我们非得要靠运动才能够有肾上腺素，但你紧张也会紧张，可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都很紧张，对。还有呢，我在也是先前哈看到中国大陆有一种产品很妙，就是一个手环戴在像我们手表一样一个腕带戴着，竟然就可以减肥。啊，它没有，它不是三 C 电子产品，就戴着就可以减肥，你相不相信？而且很便宜，那我就觉得很妙啊，怎么会这样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哈？啊，找朋友去买，结果可是阴错阳差没买到。后来我就有点好奇，就问东问西问，也看了一些相关它的使用者的一些评论，它的副作用就是什么睡不着、失眠。那你会影响到什么呢？它刺激到那个穴道。它刺激到穴道，结果让那个交感神经兴奋，
那交感神经兴奋就会分泌比较多的肾上腺素，你就会代谢会增强，会睡不着，当然你就会消耗比较多的热量。既然是这样，但是它也有效，可是你愿意这样吗？就是睡眠不足，啊、哦，那这个这种情况之下去减重嘛，那食欲也会不好啊，啊、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牺牲生活品质去换来的，那是不健康的方式。后来这个原来是这个方式，所以其实也不好啊、哦。那但是它也是透过肾上腺素的分泌去达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个脂肪组织里面的这些三酸甘油脂啊，它其实也这些三酸甘油脂其实是，如果我们吃的东西也没有立刻用掉，不管你是蛋白质或者糖类，它其实都是互相转换，会变成是通通都变脂肪来囤积。所以一旦是这样的话，你要再去减把它变少的话，你只能透过这个方式啊，没有别的方法。但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发明一个哈、哦、局部瘦身的方法，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贴一个贴片，然后贴下去以后呢，它所释放出来的什么东西呢，可以去活化那个脂碱酶，就是那个部位的脂肪组织内的脂碱酶哦，那你就赚翻，就是可以雕塑了，就是贴一个贴片在这边就会变瘦，贴在这边就会变瘦，这样的意思，那你就赚翻了哈。那现在目前还没有，所以如果透过运动，它是全身性的影响。等一下我们最后也会看一个数据，它也是真的是看到这样的现象。好，你看啊、哦，我们如果用中强度啊的运动，骑脚踏车三个钟头，各位看这两条线就好啊，肾上腺素跟正肾上腺素，你看啊，它是随着时间增强的时候呢，变长的时候呢，它分泌的量越来越高，它是变化了百分啊。但是意思是什么？就是啊，你如果骑一个小时的影响，不如你骑到两个小时，也不会不如你骑三个小时。你的肾上腺素分泌的越多的时候，啊，你对于这个脂肪分解的效果会越明显。啊，所以像这个我有时候啦，偶尔会去参加一种那种也是有一点自虐行为的，他们跑超马是也要有一点这种心情哈、啊。我在参加那个长距离脚踏车的那个挑战赛。我从100K 参加到200到300，我以为是很神经，就跑去参加400的，住在姚老师他家，好像四五年前的事情。结果，比如说明天早上5:30要去报道，我今天晚上到他家去住，结果我那天晚上到四点我还没有睡着，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打蚊子。打了十几只还没打完，我想完4点我还在打蚊子，后来就干脆不睡了，起来就收一收，我还打了一只超多血的，我还把它拍起来跟人看着，我说完了，我明天可能会死掉吧。骑了400公里，从那个永安渔港往南骑，骑到那个从西滨快速道路哈，那骑到那个叫什么东势啊，大甲，骑到大甲，然后再折返，再骑回到永安，然后呢，再往北骑到那个翡翠湾呢、啊，翡翠湾是那个万里金山那边，然后再折返，再骑回永安渔港结束，这样，我记得我骑了多少，25.5小时，看到2次天亮。哎呀，这还不够疯狂哦！去年的年底，我看11月的时候，我有学生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参加一个更厉害的？”我说：“400个还不够厉害吗？”他说：“不够。”他说：“有人办550的，双塔，就是从基隆的一个灯塔哈、哦，双塔不是双塔，双港，双塔，从基隆的一个灯塔骑到那个。”鹅銮鼻的灯，叫双550，他一直怂恿我去，他说已经在不到一个月，根本没练啊，就是送死了。我说，赶快找一件事情，那天我有事情不能去。我说明年，哎，今年不知道还没有看到消息，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办。我真的有不少人参加，还都能可以完成，啊，那个也有限时，所以平均时速好像要。不知道是十八还是十七这样子，所以要有一定的数。可是我听过最厉害的哈，台湾环岛一圈，你们听过骑多少天的？
一千一百公里这样的那个距离的话，我听过最厉害是两天呢。我相信他没有骗我，反正也是一个以前的自行车国手，他在对花莲的那个自行车店的老板，他当年就是这样，就是人就是一鼓作气的。他在左营训练中心集训，然后他是代表要参加这个比赛的国手，那他就礼拜五他们是假日可以放假出去回家，他就不回家，他很积极，他就说跟他的室友就说我等下去环岛如果我礼拜天晚上没有回来就帮我退训了，我就不干了。然后他这样子给自己一个压力，他的目标就是不要被退训他自己说的也没人怎么能把他怎么样，他就为了不要被退训就骑出去了，果然就完成了，而且还提早两天内他第一天晚上就睡在他从左线，他从东边先上来，第一天晚上就住在基隆，就是在那个他说在庙口前面睡两个小时，他还是有睡觉，太累。你看他一天大概平均要骑550，所以他等于是这个550要骑两天，而且都不带东西才能骑得快，时速都30-40在骑，那个真的太强，要有这种决心我们运动，我们不是去跟他拼命，但像我去骑这个三四百，今年也骑了一次300公里啊，骑到台东那个脱线牧场，然后还没骑到，我遇到于谦嘛，对不对哈？我遇到他在那个什么国小瑞穗国小，我去拿那个食物吧，我们会有一些水啊食物，我去那边吃的时候，他从后面叫我，吓一跳，怎么有人认识原来是于谦，很厉害，然后。骑到那个什么叫这个有一句话叫未到牧场就先脱线，快要虚脱了啊，脱线牧场，然后再骑回来，骑了那是慢慢骑，没有练，就是骑好玩，一个人去骑，我想要去有时候去那个放空一下，我回来看一下我的那个表，4000多大卡，骑一趟回来4000多大卡，也不知道准不准，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是。很大的热量消耗，不过我们都会有吃东西啊。好，你看如果没有时间运动怎么办？吃个减肥药怎么样？所以这个很流行。我弟弟是中医师，他在台北，他告诉我说，台北有一些中医他们开在那个中山北路很多酒店的旁边，那生意他算一算，那个一个月都可以赚个300-400万跑不掉。都是酒店小姐，那他们去那边那个。后来那个中医师有被抓到，就是被检举说他们是这个，就那个药里面有掺麻黄素，麻黄素它是会就跟刚刚那个道理是一样，它会刺激那个交感神经，然后你就会这个上瘾，那这个都是禁药，不能够长久的，而且会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会猝死，在美国就有一个这样的案例，结果你知道那个运动教练。让这个他的客户去吃这个就是运动减肥的药，他们说健康食品，结果里面竟然被查出，后来死掉去查，里面就含麻黄素，偷掺的，就你知道告多少钱吗？庭外和解成功求偿360万美金360个 million。90几亿台币啊！我那时候帮他算了一下，90几亿很扯哦。他告不是告教练的，告那个俱乐部，也告了那个厂商跟贩卖制造都告，就成功。他们的命真是太值钱。但当然也跟那个客户的职业有关。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时尚设计师，服装的，所以他的身价本来就高，所以他们在算那个赔偿都会看。人他的身家就那个才30几岁而已，他以后还可以赚很多钱，所以他死掉他的这个家人就告了就告到庭外和解。好，减肥药有一种叫做诺美婷，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是相关的报道那他这个讲事情这个字比较小，他这个已经被卫生署宣布就是下架，在2010年的时候，
啊，所以这个日期是不对的。啊，看，那这里是讲，这个有一些那个报道哈，这个我就略过。然后这个是有人去发表一些文章说，哦，他吃了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觉？就其实他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吃了哈，发现有成瘾性。然后他一旦停了以后哈，他就好像这个变胖、复胖，复胖之后呢，他再去吃回原来的量，就发现没效，他吃更多，结果呢这样子反反复复哈，不得了。如果各位有空，你上去查诺美婷的相关报告，有很多的艺人哈，都因为吃这个东西变大胖子，越吃越胖，很怪。那这个已经被发现它是有问题的，它这个是 Google 上面估出来的哈。它最早是在1997年的时候 ，FDA 美国的哈批准，它可以开始这个贩卖。那它主要的作用机转是作用在中枢神经系统的食欲抑制剂，它跟安非他命是有点长相是一样的，但是作用机转不太一样。那它这个主要的那个作用机转是啊，我们人体有一种机制啊，就是回收机制，有一些神经传递物质叫那个就是肾上腺素啊，还有呢这叫 5-HT 叫一种叫血清素啊。还有多巴胺，它会这样子，就是啊，本来它这个是神经末梢会分泌出去，它应该作用掉。那，作用掉是说它可能会往下传递，或者是会再回收。那这个减肥药呢，它是把这个再回收阻断以后，它就一直作用。那刚好血清素呢，serotonin 呢，它是引起食欲的。那它把它阻断之后呢，它就是会减少食欲，就变成他就会，一直不会感觉到饿啊，那他就因此就不会吃嘛，借由这种方式来减肥。可是呢，他因为这个机转，同时哈，他还包括像刚刚说的那个像这个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呢，它其实就是中枢神经那个兴奋系统，它也会促进那个就是代谢的增强。那还有就是它会兴奋，它会引起血压过高、心悸，副作用就这样出来。那也有人会因为吃了这个而猝死，所以后来被发现，就是说那个有几个案例哈，现在呢这个有一些不良反应，包括猝死，好像有7个案例死掉了。后来就陆续在2011年之后哈，很多国家就开始下架，所以这个。它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啊，那所以哈，剩下一个叫做罗氏鲜，罗氏鲜有些国家发现哈是有肾脏病的问题，会导致肾脏病，但是在好像说跟人种也有关系，在亚洲好像没有这个现象，所以这个目前呢在台湾还应该没有被下架，在美国好像是下架了。那这里呢，这是它会有一种问题，它是排油便。也就是在肠胃道里面哈，罗氏鲜这个药呢，它会阻断这个脂解酶跟三酸甘油脂的结合，那就不能够被分解，它就排出去，是这种道理。好，这就是罗氏鲜。那个，所以这个潜在风险哈，就是可能肝脏还有肾脏会有问题。那目前是亚洲还没有这个，所以还没有严格禁止。那不过哈，这个就是说，你要吃药去控制的话，有那些风险在，是不是值得？还有呢，吃了之后呢，你如果没有用运动跟饮食去控制，你还是会维持到原来的样子。好，再就是第二个小道理啊，简单的，我们没有时间长时间运动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短时间？很短哦，它这个在。从1997年的时候，就有学者去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慢慢就发现好像真的有这样的效果，这几分钟，这短短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类似哈，就不管是运动表现也好，或者是那个减重的效果，类似长时间那运动就很迷人啊，我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好，那主要哈比较有名气的是因为那个罗浮堡大学哈。系统生物学的一位教授 Jamie 那个 Timmons，
那他们就他这个研究比较大规模，那提出的这个证据比较明确啊，所以他就比较被为人所知。那透过那个 BBC 哈、啊，就报道他的这个研究的成果。It's a new, evolving field of study that has really taken off in the last few years. What we want to do is introduce you to our HETS protocol, the high intensity training protocol, which over a few years, just a few minutes a week, and we should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you can dramatically reduce your response to a good drink.Actually, unbelievable, I have to say. And then I knew, because I read your session, that you were going to say this. It goes against absolutely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Everything I have read since. How long do I have to do? And, today you're going to be cycling maximum for about 20 seconds, and then you take a short rest, okay. And you're going to repeat that two more times. Okay, because that really doesn't sound like exercise, I have to say. Three breaths of 20 seconds. Yes. And I have to do this how often a week? You'd like me to do it three times a week. It only adds up to a grand total of 3 minutes, but just 3 minutes of high intensity exercise a week. And that is absolutely nothing.Well, we're going to show you that's actually quite a lot for the metabolism and your muscle, and it will make a really good difference. The whole industry around exercise says, do more, do more, do more. Yeah. And only way to gain benefit is through huge amounts of pain and huge amounts of time. Of course, and you're saying, well, you know, you can imagine the drivers for that. For example, if you've been doing lots and lots of high volume exercise, you need to buy a lot of equipment, a lot of kit, a lot of running shoes, etc. Here you could do this in your suit if you really wanted to. Okay. Okay, we'll just start that later in 3, 2, 1, okay, and go as fast as you can. That's looking really good. Really good. Excellent. Keep it going. Keep it going. Keep it going. 5 seconds to go. 3, 2, 1. Stop laughing. Okay, it's got there for a bit. Uh-huh. And it's different. 这就是他们强调的叫高强度的间歇运动，然后是属于冲刺型的，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大规模的研究啊，去证明说哈，这样的运动效果哈，跟那个长时间压力运动效果很像，那他们也发展出一些模式啊，那刚刚那一位呢，他们做的就是这个啊，每一周三次，每次3×20秒，就是20秒做三次，这样极速啊，就是非常快啊，然后呢，中间间隔哈、啊，大概缓期啊，那时候也是缓期2分钟，所以要这样才多久啊？3×20秒。才60秒而已，你真的运动才60秒，啊，中间再隔个2分钟，这么短时间呢、欸？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妙？就时间来讲很经济啊，但是啊，那个你有试过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可能会我们肌肉要快速的收缩啊。其实你如果没有暖身好，会拉伤，其实会拉伤，所以那个也要特别注意它。那个是研究，所以他们都会做好前跟后。那因为够激烈，所以你其实缓和也很重要。所以你看他前面，他这边是提到暖身要2分钟啊，那个轻松期这样子啊，缓和也是2分钟。其实如果不要受伤的话，哦，这边应该更长啊。那个中强度的运动反而不需要刻意，像那个村上春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又是跑者，他在他的书上面写。他从来就没有做过暖身，而且这样，我看我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有人不做暖身还不会受伤的啊？这样其实冒着风险，那他一定是慢慢跑，很慢，他就是把那个慢当成是在暖身，后来才慢慢变快，这样子。
好，你看第二种处方，每一周五次，每一次8×20秒，就是20秒做8次，中间间隔10秒，所以有不同的那种设计法，有的是2分钟比较长，有的是10秒，啊，这个要8次，这是比较早期的，1996年的发展，那这个都比较晚进的，大概都2000年出头。再来看，还有呢，每周3次，每一次8×12×60秒，间隔中间75秒，或者是每一周3次，每一次8秒极速，间隔12秒，持续20分钟。这个哈、20分钟总共要起很多次呢，这个算好像几十次啊，好几十次。这个真的很累，这是所有里面最累的啊。那你看啊，这么短的时间冲刺啊，中间稍微休息，竟然也可以有长时间带运动的效果，那你就会很好奇它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还有呢，对运动员训练有没有帮助啊？其实他那个这边底下讲了哈，不过他这边是简单提，那我后面还会再做一点补充。它对于心肺功能有一个指标叫最大摄氧量，它会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会提升。像什么叫胰岛素敏感性，就是我们身体活动量很少的人会有很高的机会得到第二类型糖尿病。第二类型糖尿病得到的话呢，这个胰岛素它就作用不到这个骨肌细胞，它骨肌细胞就没有办法把葡萄糖就是转运到它的里面去利用，这叫糖尿病。像我听我女儿讲，她以前国中的时候，她现在高中而已，她国中的时候同班，就她是他们班的第一名那个男生，体重那个时候国三就80公斤，后来现在在花莲中学的自由班，然后已经听说破百了。然后呢，这个他另外一个同学的那个哥哥也是花莲中学，奇怪，想到花莲就不太运动。那个糖尿病还住院严重，他们的体重都是破百的。好，那他说有一天就是那个奇怪，好像在他们家的那个马桶旁边尿尿，那个蚂蚁都有蚂蚁，他们就觉得奇怪，就身体好像有点不舒服，再去检查糖尿病。高中生就糖尿病，啊，这很夸张。所以你看这个胰岛素阻抗性是可以跟刚刚说的这种运动方式来做改善的。好，另外就是我们最关心还是脂肪会不会变少，体重会不会变轻。好，结果是会的，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他的这个证据。那另外就是心肺势能，还有那个他说无氧能力，好，无氧能力也会提升。像这个我们长时间耐力运动这种，它是有氧能力会增强，无氧能力不太会增强。好，那如果做短时间冲刺啊，间歇这样，竟然无氧能力也会提升。好，那这个当然是很棒啊，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为什么这么晚进才被发现？因为它太累了，有几个人要做这种运动？好，以前你会想要做这样的运动吗？会啦，会有动机吗？对，要有目标，但是一般减重的，我后来也有看过相关的那个运动心理学的探讨，越激烈的运动，它的退出率是越高的。那个研究就是看那个运动强度对退出率的影响的，就是说，中强度的延续了1年半，直到他研究终止，他的那个出席率都是很高，但是强度越高，他就是。有这样的关系在，强度越高，退出率越高。那对于减重的效果，那个高强度反而就是不利的。所以呢，这个呢是偶尔为之，只能这样讲，你不能够只用这个办法来做运动啊。所以这个我会在后面再来总结一下。好，那你看我就找了一篇比较新的文献。那这一篇呢，它是2012年的。然后也是用这个方式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去看我们最重要还是看他有没有体重下降，体脂肪有没有下降，结果就是这样子你可以看他这个有打这个星号的这些标志就是有显著性，就是统计上的显著性。
那这是运动后、运动前，那它的这个不是单次效果哈，它有这个进行的时间啊，好像是十几周，看一下十二周啊，这边写十二周。那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下降，体重啊 ，BMI 身体质量指数，腰围，脂肪重，脂肪的百分比，去脂重。对不起，那个 fat free mass 对去脂重，在心肺功能的那个指标最大摄氧量啊，还有它的最大摄氧量另外一种表示法相对指标，还有输出功率骑脚踏车那个能力啊，还有心跳啊，还有一些哈，你看你几乎都全部几乎只有这一项没有哎，你看几乎都是打了那个显著性的标志，就几乎都有，最重要是体重有变轻。本来哈有一些研究比较早先的，他们只是说，可能做的时间不够长，不到十二周，要不然那个血液的脂肪变少，血脂值下降，其实那个是好处的，但是你还是看不到体重变轻啊。我们重点是在体重变轻，就这个做的时间长一点，十二周，好，然后他可能那个做的比较严谨，就发现这是发表在 Journal of Obesity 也还算不错。另外呢，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脂肪会不会？你今天是用脚在踩脚踏车，啊，那他又去仔细分析哦，脚的脂肪、腿的脂肪，啊，有没有变少？就啊，那个，腿的脂肪是没有，但是这个是另是那个，瘦体重啊，就是就是说。必须脂肪有考虑跟肌肉算在一起啊，这样子。那他说这个是有增加啊，那这你把它当成去脂重，就是肌肉为主啊，还包含一点这个必须脂肪在里面。好，然后再来手呢，手的话，那个脂肪呢是有变少的，所以他用脚在骑，就手的脂肪变少啊，脚没有，就手有。好，腹部有没有？腹部。也有变少，啊？可是没有，对啊，但是他没有打那个米字号，就是没有显著性，因为这个可能他误差比较大，所以他这个没有显著。那另外这个腹部脂肪有下降啊，躯干的脂肪也有变少，所以他整体来讲。肌肉是有变多，啊，脂肪变少，啊，所以这个看到这个证据，他就哇，十二周就有这么显著的效果，所以你只要 follow 他的话呢，应该就可以看到类似的效果。所以啊，那个以上就是那个说明哈，就是这个间歇运动竟然有这样的益处。那有一些名词哦，在这边也跟各位这个补充一下这个名词的一些介绍。我们一般常常会听过有氧运动嘛，对不对？那叫aerobic 全叫有氧训练，它定义是说强度比我们生理讲的一种名词叫无氧阈值，就是能量代谢从有氧要转成无氧的一个门槛啊，那强度要比这个门槛还低，那重复大肌群连续长时间的训练，那无氧训练是什么？就是它是不需要去耗氧产生能量的那种训练，好，那通常就是肌力、瞬发力、速度、冲刺等等这种都算。那高强度间歇训练就是刚刚看到那种循环，它是交替有氧运动跟阻力运动，这个现在很流行耶。那个就是说，好，有一个公司呢，跟那个台大好像是力学研究所他们合作，他们开发一些油压的。那个阻力训练器材，啊，环状，它叫环状运动，就是把它排成一个圈圈，然后呢，中间放一个有氧灯，一个小舞台，那运动的人呢，都在那个边那个机台上面去做阻力运动，油压式的，还蛮轻便的，很好玩，橘子色的，很漂亮，然后那个中间就是每一个机台大概30秒，然后就做完以后就到中间去跳有氧运动这样子，很有趣的活动。那教练会一直换，他们会累嘛，就会换人，然后旁边就有指导，我有去玩过，觉得蛮有趣的。那个我觉得还蛮适合在社区的健身中心推，啊，我不晓得他们
有没有成功。那这个自己做运动的话，你说你如果有兴趣，你 到 YouTube 去打哦 ，Circle Training 啊，那个或是 CrossFit 哦，那个太多影片，而且很多都很专业，大部分都很专业哈、哦。那个而且还有倒数几秒给你看，你只要开起来跟着做就对了，啊、哦，就很简单，就是照着做就对了，而且在家里就可以，手机也可以看得到。好，那再就是那个高强度肌力训练哈，这个的定义啦，就刚刚也大概在一般训练它要四到三十分钟，所以如果没有时间运动哈，你说三十分钟以上就可以做这个。那其实它的用意是在提升心血管跟心肺功能，它主要不是减脂，但是它被发现也有减脂功能啊，那个是后来的事情。那还有就是提升葡萄糖跟脂肪代谢能力，好，大概是这样。那对有氧能力的提升，有最早就是被发现说哈，竟然用总时间才 2.5 小时，竟然可以抵掉用 10.5 个小时去做耐力运动训练，所以这个当然是很经济啊，所以对很多运动员就很适合，这是对运动这个表现的那个效果。另外呢，为什么哈、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减重的效果，是因为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可以提升结束运动之后24小时内哦，你的氨气的耗氧量会增加，代谢会增加，啊，就是你现在没有运动，但是它这个就是你如果带着那种摄氧仪，你会发现，它是比氨气值还要高，就代表说你体内还在一直在兴奋状态，这样子讲，还一直在兴奋状态，所以这样还蛮划得来，就是说你不是只有当下运动的效果而已，比如说你三十分钟中强度运动。你停止运动，大概顶多哦，这种效果维持大概一两个小时，啊，但是如果高强度的，它可以24小时，难怪它总量就会提升，是这个道理，所以有这样的好处。但是这个有没有对每个人都有效？就有人去做研究，发现啊，有20%的人是没什么反应的，啊，那有20%的是反应很好的，所以他说这个其实也有那个。遗传的影响啊，然后大概有50%是遗传决定的啊。对于这种有氧能力的提升啊，那对代谢的话，就是这刚刚有提过，就是会增加这个脂肪的代谢跟葡萄糖的利用。也有人去看对心血管危险因子有没有改变，就发现也有，所以这现在慢慢去找证据嘛。运动这件事情简单。但是要去找科学证据哈，说明它到底是什么道理就比较困难。那通常这个要面对大众去说明啊，它的这个有效呢，或是潜在的问题，都必须要有证据啊。好，那最后这个主题的小结就是，体重控制哈，或是以健康为目标的运动建议是这样，就是经常我们保持经常。30到60分钟中强度有氧运动，因为它比较不吃力啊。那但是如果你是骑脚踏车或游泳，你的目的是这样子的减重的，好，那其实你要有一样的效果，你的时间要花大概2到3倍。像那个骑脚踏车的热量消耗，就几乎是快走或是慢跑的3倍时间哦，就是一样的热量大概就要3倍，2到3倍之间啊，要看强度来决定。那偶尔哈、哦、要做10到20分钟高强度间歇无氧运动，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再来是主力运动，最好隔天做一次啊。那做不同的肌群，就是上半身、下半身去拆开做。那再柔软度的运动，再球类运动啊。这个是球类是来做协调，就是训练协调性的。还有呢，增加运动的乐趣用的啊。那其他这些呢？都是健康为目的的，当然它的趣味性就是你自己去创造，比如说你可以一面运动，一面有这个 MP3 可以听啊，或者说你喜欢去野外去跑去看风景啊，或者是像我们这种就是会去报名参加一些挑战赛，为了要去完成，所以就只好去练一下这样子，免得到时候完成不了。有些人是这样，到我这年纪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怎么会有165场马拉松，而且那个都还蛮赚钱的，像那个各位看电视不是那个什么 Color Run 有没有？
不是还闹双胞案，他们不是说办一场就可以赚1000万吗？吓死人了，办一场比赛赚1000万，那我们都来办好了，所以才会大家都会想，然后我们都来办了，就搞一大堆，那品质良莠不齐，但是会有人办，是你看一定有他的市场，就是会有人去报名，然后这个设一个目标自驱运动，对整体环境来讲，大家爱运动是好事啊，好，但是我说运动不一定要花钱啊，尤其在大家校园内，校园的资源是最多的。好，那第二个主题呢是省力少伤的跑法，各位看这个跑法，跟这个跑法，这是赤脚的意思。奇怪哦，赤脚这个绿线代表没事啊，安全。赤脚跑没事啊，结果穿的鞋子有事，啊、哦，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画错？是这样，你看、哦、他姿势有一样吗？上半身差不多、啊，下半身有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这只脚着地的地方是哪里？拇指球，对不对？啊，这个是脚跟，还有呢，这个是屈膝，这是直膝、伸膝啊、哦，后脚是一样，所以差在哪里？差在前脚。你看他这个有什么意思？这个哪里最会受伤？根据研究是这样，哎，不用研究，很多的跑者都是这样子，这边痛，这边痛，这边痛，啊，尤其跑越多越痛啊。这种跑法长期来讲它是好的，但是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跑，这等一下也会说明啊。那省力少伤的那个小道理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位学者叫 Romanov，Dr. Romanov 是这个哈、啊，他是苏俄人，他在去年有来台湾演讲，那他有一个专利啊跟商标，这个是他的那个跑步姿势的商标，那他发明这个叫 Pose Tag 啊，那里面有 Pose Running、Pose Swimming、Pose Biking。就是铁人三项就对了，那他很厉害，他还担任过美国那个奥运代表队的教练，而且是很高阶的教练。那他这个网站很丰富啊，如果各位你打 Pose Tag 这个进去看，里面东西根本看不完，我看从没看完过，就进去什么进去好几层啊，就看不完，而且都很正确。那他也有一些介绍性的影片放在网络上，也有出版相关的书籍，我也有买他的书来阅读，真是写得不错。那这个姿势跑法是这样说明的哈、哦。那如果他不跑，这个人是不跑的，他是就是原地的。那你注意看，他有一些要的，就是说身体是稍微有一点前倾啊、哦。那准备要跨出去下一步，那膝盖要保持微弯。那这个支持的脚呢哈、哦，他要用这个拇指球来着地，那另外一只脚是在这个屁股的下方，那肩膀呢？哈、哦，它要平衡，肩膀跟这个大腿的大转子，你如果摸你的大腿外侧这边有一个突突的大转子，和这个踝关节哈、哦，这三点呢要沿成一直线，至于是不是垂直线是看你当时的姿势，你如果是在跑，你要跑快。你这一个连线的倾斜程度就会越斜，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好，你可以像这个跑姿，这个呢就是这条线呢拉下来呢，它就是代表这是一直线的哈。那像这种跑法就不好，这个就比较好。为什么呢？刚说明，刚刚看了前面的图，就是说膝关节啊，大部分的跑者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到那个跑姿。那我等一下也会秀他的大道理呢。他做了一个研究，在2004年的时候发现啊、哦，这种跑法，他跟另外两种比较常见的跑法去比较，他发现他可以少到50%的这个膝关节的冲击力，那对膝关节的这个保养就会比较能够维持。你就特别是这超马的跑者要跑很久啊。通常都是早，我们先前那个做研究，跟他们一起做，从早上那个5点多跑到晚上8、9点，最好像是9点关门这样，跑100公里，就在台北大学的周围这样子一直绕，好像一圈是不知道是两公里还是多少，好，就一直绕，
我看了我的头都晕了，他们还很有毅力哦。现在那个超马越来越多。好，那你看这个自跑法要领，我把它整理成这样子。前脚着地的时候，肩峰就是我们肩膀后面哈，你这样摸，这边有一个突突的，这边有突突的，啊，这个就是肩峰。啊，那股骨大转子刚刚讲到这边，还有外侧的踝骨踝关节哈，这三个点要连成一直线。那当我们的姿势哈，让身体前倾到快要跌落，这个地吸引力会帮我们跑步，就利用这个快要跌倒的时候，那这个后面的脚就跟上，轻松放下，这样就完成了一步。那另外呢，这个支撑体重的脚不要去推蹬地面，就是说我着地以后呢，哈，我不要刻意去，不要这样子推，不需要。你只要够前倾，其实你就会倒下去。那这只后腿呢，只是跟着再把它拉回来，是拉哦，不是蹬，很怪哈。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话，大概会很多怀疑的地方。那如果你对它的内容去了解，也自己去做做看，等一下看一个影片，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它大概是怎么回事。不过你要练到这个姿势，需要时间。他的研究在做的时候，对于那个受试的招募就是找哈一般的人而已，然后看他资料都是真的很一般的人。那教会这个跑姿花了7.5小时，就是每次要来上课，然后总共7.5小时才让每一个人都会，所以不是那么简单说讲一讲就会的，没那么简单啊。所以那个姿势的改良是要花一点时间，让身体去适应。那个刚刚说要屈膝提拉小腿，让那个踝关节就是脚跟哦，是朝着屁股过去的。那以前脚掌的拇指球去着地，而不是用脚趾或是足跟。好，那刚这个足跟去着地，还有其他物理，它是一种刹车的效果，它减慢了你的速度，所以它其实是没有对你跑步的那个速度是没有帮助，而且还会增加冲击力。那着地的脚都要一直始终维持屈膝，就是这个膝关节要屈膝，你不屈膝的话，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啊，那受伤也就是这样来的。好，那省力的跑法哈，这个方法不是只有省力而已，而且还可以跑比较快。啊，那有一些那个很有名的奥运金牌选手的影片哦，被拿来分析，他们就是这种跑法。等下有一个有两个跑者的影片可以看。好，那这个脚跟着地，还会有一种受伤的，那叫足底筋膜炎，或者是那个脚跟的这边的跟腱炎啊，这边啊，这个跟腱炎它都会发生。我有一次去那个光华数位新天地买东西，有一个老板啊，他跟我聊天，他就说他看我穿了服装啊，他说，我是不是常常运动？我说，对，算是常常运动。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跑步，然后他说他只有跑10公里而已，常常跑10公里。我说哦，你已经这样是不错了呢。然后他说，可是他很想跑42公里，因为他看他邻居哈，他很羡慕，他都去参加42公里，他很想跟他一样，所以他就去跟他问怎么跑42公里。所以他邻居就教他跑42公里的跑法，就是这种跑法。就他去跑了之后，我那天跟他聊，他说他跑了几次哈，他都是跑超过10公里，他说脚很痛啊。然后我一听到，我就是说哦，我就跟他。是我去买东西，我要赶车，我就没有办法跟他讲很久啊。但是我讲了几个小道理给他听，这样子哈。然后我跟他说：“你改改看，啊，我下次还会来买东西，我再来找你。”这样子。啊，隔了一个月哦，我真的去买东西，我去找他，然后我问他怎么样，然后看到我就跟我说：“那个林老师上次哦，你跟我讲之后，我去照你的方法去做，结果脚还是很痛哎。”啊，我说：“这假的啊？你痛哪里？痛的地方不一样了，变成是小腿。”嗯，对啊哈。我说哦，那很正常。我说我给你那个 Facebook， 你有空上去的话，我们聊一下。因为我去买东西都很赶，所以不能聊太久，就是稍微讲一讲。我说这很正常。那你现在酸痛，你就休息几天，不要急。那你要另外锻炼局部啊，等一下我会提一下。所以他就真的有人这样子哈，就是那个很积极哦。那个老板大概有50几岁啊，他。
很积极啊，他一看到就是问运动的事情。啊，他这样我跟他聊一聊，他东西就随便卖这样子，我也很开心，就随便买。啊，那这个前脚掌着地哈，这件事情，你说哎，我们就这样跑啊？可是哦，其实你要这样，你要知道我们这边有足弓这边也有那个一些肌肉哈，肌腱，它会固定。那你要这样的话，还有这件事情是这个叫腿后肌群啊，小腿后面的肌群，包括那个腓肠肌、比目鱼肌。其实它也受到一种作用力，那是叫离心收缩，所以我们跑这个跑法小腿很酸，通常酸完了以后，你就会不自主的又回到可能类似这样，不至于这样，你会知道这样不好，你就会整只脚板就是整只收下去这样子，通常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练这样的跑步，一定要循序渐进啊。再就是，你对这个。后面的这边的肌肉跟这边的肌肉另外练，你这样才能够，维持这个姿势比较久，啊，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做功课。好，那前脚掌着地跟中足着地跟脚后跟这三个哈，就有那个就是有学者去做研究，然后去比对他们之间到底的差异如何哈。等一下我会再用那个。资料来说明，你看我们这个，小腿在做弓的时候，它这样收缩，我们要抬起来，啊，那通常哈是这样子，我们的肌肉有透过关节，它其实比如说这边是胫前肌，这边是比目鱼肌这样，还有腓肠肌，其实他们两个在互相拮抗，就是说有一边在做向心收缩，另外一边就是在做离心收缩。有一边在收缩，另外一边是放松。放松其实它还要维持姿势，它其实在做离心收缩，而离心收缩是最就是说对肌肉的那个负担是比较大的，对关节负担比较大，它比较容易受伤。但是如果就训练而言哈，你给让它一点点那个不叫受伤，叫一点点的超结构的受损是好事，它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适应，就是它会去修补，然后更强壮。那下次再碰到一样的刺激，它就没事。所以，我们身体很聪明，它会知道这个怎么样去适应调整啊，这个去让自己更强壮，去啊，这个适应这个逆境啊。其实运动就是这样，就是人一直让它处在逆境。你让它逆境哈，不要一次太多，其实不会受伤。那我们身体会自然去调整，去改变。好，那。像这个，你看这个脚勾到这么高，这是真的有点夸张啊，勾到超过屁股，啊，那比较顶尖的跑者，几乎他们的脚都能够抬比较高，就是往后勾，不是往前。还有这个倾斜的角度，倾斜角度也有很大的影响。越厉害的跑者啊，他的倾角越高，那你能够倾的比较多的时候啊。地心引力帮你做的功就会越多，啊，那但是你相对的你怎么能够维持这种角度？那就是看你的小腿的后面的肌肉够不够强，可以撑住它。如果撑不住，其实是，角度就不可能那么大，啊，那，你可以看这是那个 Michael Johnson 在1996年哈，你看他在奥运的时候得到200公尺金牌，他一生获得5面奥运金牌。你看他的跑姿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你看是这样，他这个姿势跑法的特征就是长这样。你看，哦，他的脚跟哈，哦，会是在屁股的下面，而不是像这个拖到后面，这种就不是姿势跑法，姿势跑是像这样很内敛的感觉。而且这只脚，你看这你完全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这个是那个 Dr. Roman Rov 他们的商标，啊，哦。他也开公司哦，就光这个就可以注册了呢。然后他这个也有他的专利哦，他这种跑法只是姿势而已，哦，他说明了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他屁股接近这个脚跟是在屁股的下面这种，那前面的大腿要稍微一点斜斜的，啊，这个对膝关节冲击力是最小的。但是哈，哦，等一下你数据会看，会稍微增加这个踝关节的冲击力，但是划得来。这是我
这个资料呢，我是从跟徐国峰教练要来的，他整理的。那你看，这个是他的学生，他训练好以后，这个学生就跑成这个姿势，他是故意这样子啊。然后他最近把那个田三项的书又改版，啊，他呢是去年呢，创了台湾的那个田三项超级田赛的那个记录，跑9个小时40几分。不过今年去他就，比较没那么好，因为他才结婚没几天，所以他那时候大概结婚的事情比较忙，所以练习量比较少，所以这次跑10个多小时。超级田赛是游泳3.8公里，然后骑180公里，再跑一个42公里，这样凑226公里，那超级田赛，然后创台湾纪录。他是清大毕业的化工系，后来东华的中文所，他写的硕士论文是水的哲学，然后是他指导教授是文学院院长，他说这个学生是他有史以来教过最优秀的学生，不是纯文学底的，但是他真的很像一个文人，他讲话就文绉绉，就是都是很有学问的啊。像我们就跟他在旁边都会觉得以后要常跟他聊天，因为他这个讲话很有学问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那他这个教的学生哈，很优秀，今年参加那个大专杯的那个田赛，我去看现场，不得了，有一个才被他训练一年，还不是体育系的，摄政系，结果才不到一年，他的十公里可以跑到37分，啊，原来不会游泳，在比赛前才练半年多，竟然可以游泳游1500公尺游到28分，那骑脚踏车也就是在骑的时候就追前面的人，他最后哈，看他跑步跑得很好，本来在游泳上也是10几名哦，骑车的时候每一圈就追个2-3分钟，跟第一名比哦，后来到跑步的时候已经变第二了，但是那个真正第一名那个实在太强，他还参加那个大运会的10公里的，他是金牌，然后这个又跑来参加铁人赛，然后乙组的，那这个我们学校这个学生他就姓罗，他后来到这个跑步的时候，最后冲刺哦，很少看到铁人赛最后还可以冲刺的，就用冲刺决胜负，这很难得看到，就看到他被那个第三名的冲过去，因为他们等于是在争来争去哈，啊，最后冲线的时候是那个第三，就是本来第三的冲上来变第二，可是他晕倒了，那个冲完之后就晕倒了，就抬走了，没事啦，但是他就昏迷了，啊他冲不过去，他是被攻击的，他等于在本来在前面就被偷袭冲冲过去了，不过那个都是意气之争，很令人敬佩，那他已经不得了了，啊，所以他这个才练一年可以变成乙组的这个第三名了哈。差第一名，再差那个第二名不到一秒，所以其实是很厉害。那他的跑步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国峰教练哈指导他们这个姿势跑法，啊，就是这种姿势，啊，但这个要花时间去揣摩。好，那这个在讲他的原理，就是这个球啊，这个其实我们要掉下去，就不断的在，这叫做floating support。他游泳也可以用这一套理论去做解释，就后来发现说，他解释说，哈，这个游泳的时候，那个手哈是在前面滑的时候比较重要，而不是在后面推的比较重要。他推比较不重要，是在前面滑的时候比较重要。然后上半身要能够练到，就是类似载浮载沉啊，滑的那一刹那是上来的，然后利用掉下去的时候呢，就类似这个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掉下去的这种力量。让地吸引力在水里面还是有一点帮助，然后他那个书里面就专门讲这一套那个理论，然后脚踏车也是一样，哦，他可以把姿势游法跑法骑法，哦，我让他发挥了淋漓尽致，但他们有做研究了，不是空口说这个理论而已。好，那个看一下那个影片，像这个，欸，这个是那个就是2小时03分啊。柏林的那个马拉松，这个他创纪录那一天我有看，
他这个画面算是正常的。他跑进终点之前几步的时候，有一个路人在旁边加油的人哦，竟然跑出来，跑到他前面，结果是那个人跑来冲线。我有看错了，哇，重放，哎，真的是，啊，他变成不是他冲线，是那个莫名其妙的跑来冲线，很妙。你只有去看，你到 YouTube 看有，那个后来那个裁判有一个冲过去，就是画面就是看到那个裁判冲过去，然后去抓那个人，是这样。他那个很奇怪啊，大家说这可能跟种族歧视有关。还是来闹的，我不晓得。不过他这个2小时03，他平均时速20.5，真的很惊人的速度。他前五名都是肯亚人，前十名有2个日本人。所以你看亚洲人是有办法办得到的。那我们看下影片，你会发现那个就是跑动的那个是非常特别的。看一下这个影片哈，他就是讲跑步姿势的那个分析的，我都用跳着看哈。左边是 before， 后面是 after。训练前、训练后，然后他把它做一些测量哦，他的角度多少，后来改变姿势之后变成怎么样？这个是他们那个可以做一些分析哦。刚才你到了 treadmill， 刚才到了 treadmill， 快，你看你的 front leg， 这个都是分析的。你可以注意到他那个前脚啊，它是比较直的，后面这个是微弯的，这是对的。那这个踝关节啊，你看这个这样是足跟在着地，不应该这样，要前脚，所以这边的角度会变这样，有点直，这个叫屈直。On the forefoot. Time for comparison. Set injury prone, an actual leg. We were designed to run. Thank you. This is Dr. Silverman from New Jersey Sports Medicine. Thanks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你看他着地的时候啊，这个小腿啊会垂直地面，他是轻松放下的感觉，你如果回去要玩的话，就是不要变这样子，你要放下的，轻松放下。他用力的时候是在勾腿的时候，但是要勾到屁股的下方。这些文字就是在说明他跑步的姿势。你看这个，这是冠军选手，你看他的跑姿。这是说腿好，不要在后面拖，因为你在后面的话，那个重心会往后移。如果拉得够后面的话，这样重心会比较偏后面，所以要收腿的时候要变成这样，将你重心要始终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它比较有利于你的跑步。这是10公里的，跑31分。
Turnus Kamada takes the gold medal. And held that lead through 9,000 meters, 2004, and 12th in the 5,000 meter run in Athens as well. So she's got experience. 10秒32步。28分多。The strong finishing kick pulls away from the Bailagis and crosses the finish line. 29分多。所以你看他们的那个跑步的姿势哈，当然说，跑步的成绩这件事情哈，其实是有很多因素在共同影响，但至少哈，在姿势上如果我们改善的话，不会受伤啊，就是说。不管是跑的速度，或者是说时间，你都比较不会，就是因为跑步这件事情而受伤。好，那个至于说怎么锻炼哈，你看看，好，剩下一点点嘿。好，你看这我们的脚后面呢，哈，腿的后面，小腿后面是有，你摸得到的那个叫做腓肠肌，还有摸不到在底下，但是会露出一点点出来，那叫做比目鱼肌，啊，那这个都要被锻炼。还有我们的脚掌啊，底下呢，它有一些肌肉哈，这些都是屈指肌啊，屈指短肌，这个外展拇肌啊，有一些那个解剖名词，那这些肌肉都会维持足弓的形状。所以如果我们在用前脚掌着力这件事情要做的话呢，这个足弓会被拉扯，那这些肌肉就会痛啊，或者说无力，那你就平常就必须要让它锻炼。所以像那个赤足跑啊，也要循序渐进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可能就容易一次跑太多，可能就会受伤。上那个7月初的时候，我们那个教练啊，他们。办一个活动，环台跑步，那刚好第一天跟第二天我去跟跑北宜公路，他们跑环台啊，23天跑完台湾一圈，啊慢慢跑而已。那最后一天我们就要陪跑，就为了来中央跟杨老师一起去陪跑。最后一天从中坜跑到那个台北中正纪念堂，就有一个哈、哦、台北的华人国中的数学老师，他就赤脚跑到。台北，那30几度啊，很热。他就，我说，出发的时候，你的鞋子呢？你还没穿鞋就要跑？他说没有，我就这样跑。他才跑2年，他说他本来是买鞋子都会买很好的，啊，后来他说脚比较重要，不是鞋子重要。然后后来他很用功，他就都常常在读那个跑步的书，后来觉得脚比较重要，他就，你知道他那天跑，后来有把鞋子拿出来，是什么鞋？这样是蓝白拖。他跑到我们中午在辅大休息，因为很热。他、啊、那个我说，他、啊、那柏油路这么烫，你这样还可以跑？他说没有，他说那个太烫了，他还是穿鞋好了。我说哦，你有带鞋啊、哦？他说有。就那后来跑的时候才看，他是拿出那个蓝白拖出来，穿着拖鞋跑。我说你这，我看我说。哦、我们穿的鞋子要比贵的，你竟然是这样子捂住这些鞋子，人家赚不到赚不到你的钱、啊、所以他真的穿那个拖鞋这样跑到台北，而且跑得很好、哦、他的姿势都不错，但他就很疯啊，这个，但是他不是乱跑的，他是有道理的、啊、平常可以练这个，这是举肘、啊、可以练这个就是从那个脚底一直练到那小腿都可以啊，那你可以，身体拿着重物，让这个负荷变大。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腿后肌啊，这个叫 hamstring， 叫有股二头肌、有半腱肌、半头肌等等，这个后面也很重要，因为你要勾起来，勾起来这件事情哦，你这样没问题，但是你勾久了你就会没力，所以你要这边要练，那这边要练的话呢，股四头肌也要练啊，就是前后都很重要。股四头肌其实用那个弓箭步就可以，那你可以原地就行了，啊，但是它这个标准动作就是，大腿要跟地面平行，
另外一只脚的小腿跟地面平行啊。那另外也是类似一样哈，就是前脚的小腿垂直地面，后脚的这个大腿垂直地面这样子。那你可以用跳的，啊，那再就是可以去拿那个自行车店的那个弹力带，那个叫什么内胎，脚踏车内胎，啊，把它绑成八字，你就可以这样子练，这很有效啊。那您可以加两条，加三条，啊，这个我的示范就用一条，平常练到可以的话就用两条。这个练这个腿后肌很重要，通常100公尺这种冲刺的选手啊，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就是腿后肌。以前我一个学生，第一届的，他100公尺10秒3几，很厉害。大一进来比较少练主力运动，结果一跑受伤就没有再玩，所以就都是这个边刹车的时候，这个就会容易受伤。好，那个研究呢，我刚刚提到大道理是这样，这一点点而已哈，简单看过去，他找的人是20个男性跟女性啊，那平均33岁，身高不怎么样啊，1.62，体重75公斤，那算重的。10公里跑步时间在54分左右，这样，啊，所以是很平常的人。那他们就让这些人都没有受过那个姿势跑法的训练，他们都只会一般这样子跑，然后就让他熟悉这种跑法跟这种跑啊，这个特别教了7个半小时，才把他教会。最后发现哈，的数据是这样。姿势跑法它有比较小的髋部跟足跟的垂直位移，什么意思？就是它比较不会跑步上下震动，比较不会这样子。还有呢，步幅跟步长比较小，步幅是哈，它有定义的，这个叫就是同一只脚再回到原来的位置的话，这叫做一个 stride。它步长的话 ，step 是就是我们一般说这叫一步，这两步。但是摔的话是要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就叫一个摔，就等于是一个摔等于2个 step 这样。好，那他说这个垂直位移啊，比较小，但是呢，那步幅跟步长也会比较小。那这是因为这些人哈，他们是被训练完以后就来测了，所以他们并没有锻炼一段时间，他们的倾角不会很大。如果啊，他经过锻炼了以后，它这个角度够大的时候，它这个就会增加了，啊，这是因为同样这一批人去做的，他并没有长期训练，还有他姿势跑法会有比较小的水平制动力，制动力就是刹车啦，就是这个刹车，他用侧地板在地面可以收集到这些资讯和推进力，他比较没有推，所以这些都可以被验证，但这些都是研究才看得到，平常是看不到，我都只把这个它有显著性的把它拿出来讲。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膝关节跟踝关节哈，它的离心作用哈会比较少。那这样子呢，就因为离心，我们刚刚讲说会比较容易造成伤害。那这个姿势跑法呢，显然就比其他另外两种跑法造成的那个伤害比较小。因为你看这个是少这么多，这个踝关节会增加。刚刚前面有说过，它这个不能叫做顾此失彼啊。啊，说膝关节不会受伤，结果变成踝关节受伤，啊，踝关节会增加离心作用的做工，但是它增加量不多，所以其实，并不会对踝关节造成严重的伤害。膝关节是少多的话呢，影响比较大啊。那总结哈，就是这个是大哥罗门罗来的时候，他带的看板，我们把这个拍下来啊。姿势跑法是讲第一个就是。那个避免受伤啊，姿势的重要性就是避免受伤。第二个呢，那个脚落下呢是为了要加速度，你倾角越大，你加速度会越快。还有拉起呢是为了要提升效率，你这样拉起来以后呢，因为我们下一步是要这样子，要这样子出去。当你这个脚啊收起来的时候啊，拉起来的时候，对髋关节为轴的这个转动，它会。转动惯量会比较小，比较容易转动。你这样子是很难的，这样子的话是比较简单的。转动惯量会比较小，所以这三个事情都注意到，自然就会跑很快。所以那个姿势跑法对于保健啊，对于这个运动表现，它都有贡献。但是它要练的话，就是
你要跑到这个姿势，就要回到刚刚说，你对于局部的肌力要另外练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总结就是这样子。那省力这个少伤的跑法要领就是：省力前倾，勾腿前引，轻松放下，加强小腿、大腿局部肌力。啊，好，那差不多刚好，谢谢大家。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这样练可以练那个这边的那个肌肉群嘛。那我的问题是，当我们跑步的时候是单脚着力，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比如说我七十公斤好了，我是不是要背着七十公斤这样练才是有用？因为我们这样如果是双脚练的话，我们的那个负重其实是跑步的时候的一半而已。对。没错，我们通常那个难度哈的区分就是先双脚，然后再单脚啊，其实就是你在练的时候用双脚当成暖身，好啊，用单脚做这个时候还有平衡的问题，所以可能旁边哈要有扶的墙壁，还是啊就是要保护，不然你很难够稳定住。那个甚至用单脚跳。用前脚掌着力单脚跳，那个叫增强式训练法，有离地的，在接触地面，那叫增强，叫 plyometrics， 有一种训练法，那是可以的，那是难度的，但是你要用这个高强度之前，要先用，比它就是双脚这种相对低的强度先练，等于是让它相关的肌群先暖身，然后再来做这个，但如果在你说单脚完以后再加个负重，如果可以，你觉得你有进步的话是可以这样做。啊，单脚其实是已经很吃力了，没错啊。你如果你考虑的事情是对的，刚我们跑的时候是单脚在支撑，所以我们应该要练单脚的那个是对的。谢谢，很好的问题。今天带孩子来听这个课收获非常多。那我只是想说，因为孩子每一次，因为现在国中生运动量很大，他每次跑完的时候回家就是那个刚刚教授讲那个足跟那个地方常常痛。然后呢，我就会帮他，我不晓得怎么，我只知道说可能跟跑步有关系，所以我就只能用弹性绷带帮他固定，让他休息。隔两天就好了。那所以刚刚我看到教授这样讲的话，那又讲到说，如果用姿势用脚尖，可能是他姿势不对嘛，那用脚尖这样着地，可是这样前脚掌，那这样他那个踝关节会受比较大的压力的话，所以他基本还是要训练那个腿小腿的那个肌肉是吗？他才不容易再受伤。说他受伤都就是不舒服的地方是在脚跟附近的。对，就在那边、个。对对。跟腱受伤，其实是受伤了、啊。训练完之后的疲劳。可是他不是酸，他是说痛。痛。痛因为我儿子也在练这个，昨天晚上他就痛不痛？你一拍他，那阿基里斯腱就哇哇叫。对，就阿基里斯腱。多了，后来你。所以我们帮他固定这样子热敷是对吗？还是冰敷比较好？轻微的按摩。好，谢谢啊、哦，谢谢。如果是有痛的话，就要冰敷了。痛、对，那个。不过他是痛到那个走路脚都不敢着地这样子。我说那边会有可能是几种状况，是那个腱鞘炎、肌腱炎。所以是之前受伤没有好，然后一直反复性的有。就是当你在运动姿势不正确，或是又在发炎这样子，有可能是 overuse 的，就是训练的量比较大的时候就有可能。像这种状况，虽然那个病因可能有好几种，但是部位、那个要那个专科医师会帮你鉴定，但是它其实处理都是一样，就是冰敷休息，再就是循序渐进，不要那个训练量一次太多或是强。每次就在比赛啊，比赛前那个训练量大的时候就问题都出来。是跑短的还是长的？短的就接力赛。接力的就100、100这种。对对对。如果平常可以的话，就不是训练的时候，你如果
让他脚比较舒服的话，哦，你可以有一种鞋垫，那个叫 Smart Gel， 你可以在你打那个吉士麦，吉是吉祥的吉，吉士就是是那个。我还去学那个肌力贴布，好像对对，想说那个贴会不会缓解它这样子？可以啊，那个也可以帮忙缓解，没有问题。好，谢谢。不会。不好意思，教授好，我是物理二的学生，然后我现在脚不方便，我可以坐着问吗？可以。我就想问，就是有点，既然我是物理系，就问一点物理的问题好了。请问我可以，我可以把就是走路或是跑步，就是把它当成是我不停的跌倒，然后我不停把它撑起来，这样子的运动是不是？是。所以它是借由重心的位置改变，然后把重力位转成动能吗？重心改变是对的。嗯。那为了不要跌倒，嗯，不断的换就是不断的去更换那个支撑的面。嗯。让它不至于跌倒。哦，好，那这样我大概知道，谢谢教授。对，像刚那个姿势跑法那个，他们原创的 Dr. Roman， 他就是把这个。就是跌倒这个理论把它运用过来，就是从物理的那个角度去思考，所以他就创了这个特殊的姿势。那在我们现在想起来还蛮有道理的，他去跑起来还真，他很多运动员其实不知道自己就是用那个姿势，他但是被分析出来归类了，哦，这个人这样子会，他是什么道理可以找的？很多的那个科学运动科学也是这样归纳出来的，他不。第一个被发现的东西，可是会存在的，什么怪姿势都有。你说，像模子常去跑马拉松，像他是真的很厉害，他叫扫力，他的绰号叫做，他说叫猎者，其实那个猎是扫力的，他真的很厉害，他的马拉松已经快100场了吧？96了，快要放鞭炮了。他不是要比快，他是要比慢的，就是刚好。关门时间进去的，他是用走的，我走根本就跟不到他。所以你要那个，你可以下次叫他走给你看，真的很厉害。现在也是比快的吧？自从听了这个，听了这个之后就开始比快。哦，我已经没有 follow 你很久了。谢谢你的问题，很棒。老师你好，那个对于 afterburn，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afterburn 的，另外一个是扁平足对跑步影响。那 afterburn 我想说，请问，比如说以35分钟来讲，35分钟之后直接消耗大概400卡，然后400千大卡，然后如果 afterburn 加进去，大概还会再加360，所以总共760。那我在想，以能量观点，运动可以累积嘛？就比如说10分钟、10分钟、10分钟这样，但对，以 afterburn 来说，如果我以35分钟，我做10分钟、10分钟、15分钟，中间有分开，这样可以启动 afterburn 身体的 afterburn 反应啊？就是停止运动之后哈，嗯，它会有一段时间那个摄氧量会比安静的状态高，那一段时间的能量消耗是可以被加进去，就是算是你的身体活动量造成的影响。对，但是这个会跟那个运动强度有关。比较中等强度，它这个维持时间就会比较短，所以比如说我们中间只有，比如说它可以维持个1小时，好，那你说那我1小时之后再来启动，但是可以，它的累积效果是也有学者去证明它的效果是比连续运动还要多的，就是能量消耗比较多，但是就是不经济啊，不经济。还有中断就是看目标，如果只是为了要增加能量消耗，是理论上是没有问题。没有错，那如果是为了要运动表现，啊，那就另当别论。应该因为运动都是强调连续嘛，时间要越短越好，所以是看目的。就能量消耗观点是
可以累加的，所以现在鼓励就是，初学者他可以分十分钟十分钟这样分段。我今天就分期付款，我今天要总共三十分钟，那我就有空的时候十分钟运动，再有空再运动，再有空加起来，他用累计的，但是他后面只是说你用十分钟，后面那个运动后的过量氧消耗的量能够维持多久就不一定。你才十分钟，你可以维持的就很短。你一小时，那就会比较久。那大概一般我们说二三十分钟，后面维持它会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但是那个不高，所以就是有没有显著性，那要看东西。那有学者研究说是有。如果是早上十分钟，然后下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这样还行吧？当然是差很多。那如果说我十分钟，然后休息个五分钟，还十分钟休息五分钟，这样会不会也类似于连续三十分钟后面 after burn 的，这样会类似吗？我觉得是要看强度来决定。如果是属于高强度，像刚刚看到那种，它其实。他那个休息时间都有的短有的长，但是他因为他的强度都很高很高，所以他其实后面你看可以延续到24小时这么久，所以他是跟强度是有关的。至于说他那个要，比如说我们要精细问他到底切点在哪里，那个就会就很难。然后大方向我们就如果是掌握你的目的是要看看是要什么样的。如果是要运那个减重的话，其实我觉得时间如果不够，我们就偶尔用他们说的方式，那个20秒、30的方法。那他们会产生这样的这个 protocol， 就是因为要找怎样是最节省时间，所以才会有那20秒、30也有效，一周才3天。那如果有时，但是这个我就说他挤到很紧，能不能够常常这样做是有怀疑。蝙蝠组我知道他们跑步是因为脚部结构关系，膝盖会受强迫压制嘛。那这样长期下来，是不是蝙蝠组不适合慢跑或是跑步方面的运动？扁平足也会造成那个膝外翻，膝外翻也会造成拇指外翻，所以他那个要如果就医学观点来看，的确会有这种问题。他要被矫正，或者是说带穿那个鞋垫来辅助。那跑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扁平足，我一只脚。也有现在铁人三项有一个超厉害的那个，就是国内高中的冠军，他长短脚。我也是扁平足。所以其实你看，他每天10公里还是可以。就是可能第一个哈。要注意，还是要观察会不会有疼痛的问题，有没有膝关节疼痛？有的话，其实要及时去做一些修正。还有像我看，应该是之前有看到那个报道，就是说有一个妇人，她每天坚持走2个小时走路哦，后来她觉得膝关节在疼痛了，去看医生说她的那个软骨磨损，后来去检查，原来她的。那个关节的那个排列方式不太好，所以有时候是力学的问题造成，或者是自己的姿势不良造成，那个单侧受力过大，像那个都就是如果有任何不适，要先去检查看看。那运动就是骨科或者是运动伤害科都有专科医师可以帮忙看。如果很明显的那个结构问题的话，可能就不适合做冲击式的运动。像这种它是垂直放下，已经算是它的冲击力算比较小，但是还是有离开地面。像这种关节排列不好的人，就不适合做这种跑步的动作。它有一种叫椭圆机，那个就不适合。椭圆机那个，应该你们见过中医师，那个很棒。就是肥胖的人，或者是刚刚，或是关节有问题的人，都他没有冲击力，他就很像脚踏车，但是他的。脚一直足部一直始终接触的那个踏板，它是椭圆状的一个运动的。那个它又像脚踏车又像跑步，但重点是它没有冲击，那个就是很适合那个运动。
这个不好意思哦，身为主持人，我实在不应该再把沙时间拖下去。那没关系，如果会后还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跟我们杨老师请教。那最后有要这个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演讲哦，我们今天参与人次是破百，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知道，在同一个时间里，在校园里有各式各样的活动跟演讲，然后大家愿意来这边，我们真的很感谢。那希望继续支持我们的活动。那今天的活动要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所以我们特别借大家的手，然后我们有个简单的最感谢状要致赠给我们林老师，然后请大家热烈鼓掌一下，谢谢。